见你的，等一下。我的那个留言的，你看一下我的留言怎么不见了？我的留言，前面的留言 ，Hello， 我现在在直播，但是我的留言好像不见了。好 ，OK， 没关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义哥，大家早安。今天一早6:30送车哈，然后送完车了以后，到我最喜欢吃的活力厨房去用早餐。啊，刚刚接到讯息哈，很生气。7月18号，在我们观音山发现到被人家乱倒一整车的这个废弃物，那我们赶到山上去，我们的警员也赶到现场哈，也找到了这个车辆，啊。那虽然来现场解释一堆了啊，当天环保局来，我也跟环保局长，你们要好好处理啊。啊，因为我赶着其他行程，我就先离开。那先离开呢，要好好处理。今天是8月2号，7月18号到现在8月2号，那一堆的废弃物还在现场，而且更严重，别人搞不好原来是可以丢的。当然这是玩笑的话，重点是东西越来越多，还有人去拿一些东西再丢在那个地方。这就表示什么？这表示怠惰，而且我很生气啊！如果说警察同仁这么辛苦啊，当天我们这个五谷所的同仁啊，不但到现场，警察同仁还帮忙清理这个道路上面的这个废弃物，大型废弃物，把它清理到旁边去啊，避免车子去撞到。那而且很多观音山骑机车、骑脚踏车的人啊，我们都很担心他们这个安危上面，所以先把路面的清空是对的啊。可是7月18号到今天还在现场，那解释说什么？那个车主来解释说，是什么司机来应征，然后开他的车子到了以后就跑掉了，找不到司机。那警察调了资料以后，这个司机是前科累累啊。那前科累累呢，都是环保的案件，而且那一堆废弃物是来自于桃园啊，这就让我很火大。从7月18号到今天啊，我不管任何的理由。你已经知道车主了，当天还带了一个已清废弃物的业者啊，刚好那个业者呢我也认识啊，是我们五股在地的啊，那在现场还在看啊，要怎么运走啦，怎么样要付费怎么样，那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。新北市环保局，你们应该第一时间要求他们啊，将他清走，至于抓人的部分，追究后面的部分同时去进行，那你现在就晾在那边，我就觉得莫名其妙。如果今天因为这样子啊，这几天风大，如果路边的废弃物啊被吹到马路上面来的话，刚好机车或脚踏车经过的话，绊倒了、受伤了，甚至于死亡了，谁来负责？这就我讲的很可恶，就是啊，不把民众的小事放在心上啊，就可能会衍生伤害民众的大事。那因为我刚刚在吃早餐，接到这个讯息啊，那我们一个好朋友啊，他每天都骑脚踏车啊，这个退休的老师每天都骑脚踏车啊，他。很有心哦，他看到环境有交通的问题、污染问题，都会，有心都会联络我一下，告诉我们一些讯息哦。那当我们发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啊，我就很生气，所以我想我现在就直接啊到山上去啊，到山上去我就去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。那这个环保局哈，我必须再说一次啊，平常都很辛苦，平常都很辛苦，但是又不是叫这个环保局，又不是要你们去现场清。所以我要跟陈局长讲啊，哦，你每次看到我啊，你都笑嘻嘻的啊，什么事情都说没问题没问题，但是如果做事情是这么没有魄力哦，那即使环保局没能力处理，即使他是事业废弃物，也许是公务局，不管，在民众的心中啊，政府只有一个，发生的问题你就是要去解决，那一堆的东西已经知道了，你找不到行为人，你找到车主，就是要车主去处理，我就讲了，没办法处理就扣车嘛。对不对？侯友宜市长每次讲魄力魄力，这时候就需要魄力嘛。如果都是捡柿子挑软的，那有什么稀奇的？对，我昨天前天我在林口，遛狗的时候，有一个民众看到我，大声喊说：“啊，明哥，我要支持你！”我一看，他在修砂石车，
他说他们砂石车业者都很支持我，我心想说他是不是随便说说，他说他们是合法的砂石业者，他们都看到我去抓砂石车那非法的业者乱倒什么东西，他们说他们好开心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一般民众看到砂石车，大砂石车都认为他们就是坏人，就是违规，就是污染环境，其实不是，有很多是合法的，有很多是他们是有规矩的，可是都被这些恶质的这些乱倒废土，甚至于呢藏污纳垢的这些非法的业者啊，被他们所真影响到。所以他一边修这个他大卡车在旁边修的时候，他马上拿饮料来。那我跟我的主任，因为我们要带我的宠物哈，偶尔有去宠物店拍照啊，宠物店很有心啊，知道我喜欢养狗，找我们去跟宠物拍照。拍完了以后，我遛在外附近遛一下，这种是很窝心的感觉。但他讲的这件事情是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，可是他们心上认为说，有一个民意代表敢这样来挑战这件事情，他们觉得真的不容易。连他们自己是合法的这个砂石业者、砂石运输业者，就是这个运土方的业者，连他们自己同业都不敢碰。这里面有庞大的利益不打紧，还有更可怕的是里面有很多的恶势力啊。那我都敢去碰这样的东西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从来不去碰这些事情，我不是因为要去跟人家抢土方、抢利益，我去抓人家，我从来没有，所以这些人不会动我，甚至于他们对我还有几分尊重。哦，有时候碰到说啊，一说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怎么样怎样，我就觉得说大家都要混口饭吃哦，我们不会找人麻烦。可是最近我也说真的，为这件事情我很困扰，在我们自己地方上面啊，说真的讲台白话，这些人在赚一些藏污纳垢人的钱就算了，还得理不饶人啊，甚至也不能讲得理不饶人，还理不直气很壮。像这样的东西，我想我们在做东西做到会手软，其实难道我们不懂得什么叫人和吗？可是我如果我跟你人和，你压挖底打在保的话，倒霉的是老百姓，倒霉的是我们新北市的环境。所以我现在已经快到了，我已从民义路上来，已经快到观音山，现在正下着大雨啊，突然间下大雨，没有关系，对我来讲啊，这都是小问题，就看一下现场啊。然后呢，今天是上班日啊，我马上我要要求看看我们市政府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，这让我实在不可思议啊。7月18号到今天几天，刚好20天啊，没有是两个礼拜14天啊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啊，这很多很多你看沿路都有这些。今天下雨天还好，如果好天气的话，很多早上很多骑脚踏车的，还有年轻人在这边来跑山的很多啊。来，我们快到了啊。我常在讲啊，这个一草一木啊，皆有生命啊。这个我们有时候很喜欢到山上去玩的，看到那种树被砍伐啦，土地被烂啃啦，甚至烂到废弃物啊，我都很生气啊。为什么？这些人只为了赚那一车几千块几万块，这一倒下去就造成了多少的伤害啊！尤其那种污染啊，那种重污染的东西啊，倒在坑溪里面，那这都是很可恶的事情。说真的，做这件事情是很辛苦也很累，每次一通电话我们就要跑到山上。我现在到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之前来抓那个山上烂垦的那个时候，我的空拍机掉的位置啊，掉了一台空拍机。那我后来又再买一台空拍机啊，前天又掉下来啊，前天在拍水热眼撞到树掉下来，断了一次胳膊，昨天送去维修。其实你看我车上随时有雷射测距仪，我随时有手电筒，我随时有空拍机的原因是什么？这些对我来讲都是工具，我们的问政的工具，会刊的工具。有时候我们在会刊在争执这些啊，够不够宽不宽，能不能够，我想不用争啊，直接就是拿出来量就好了。这边停车会有一些安全考量，因为前面是转角，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哈，我应该在直线，我找个安全地方停再走，我要停到对面我回转，然后再让大家看啊，我先让大家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我先把它车子掉头停好。这个转弯角停车会危险，看不到后面会追撞。在山路哈，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，在山路你一定要找一个长直线的地方才能够停车或者回转，否则在转弯的地方哈，后面车看到你车都来不及闪。我们自己在山上，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状况哈，所以像这种长直线，左右前后都可以看得到的，你在这边回转或者是你停车，别人可以避让。你如果在转弯角的地方哈，
那有很多盲点看不到，你停在那边一转弯过去就是撞上去了，闪都闪不掉。尤其这种下雨天，山路湿滑，这个转弯啊，这种拉到直线来停，这里转弯角，刚刚我就讲，如果停在这里的话，哈，这转弯车来会看不到啊，非常的危险。这是第一堆恶臭，啊，第一堆，然后沿路上来。7月18号就已经发现，我们就来现场了。现在围起来这样是有什么用意义？你看，这如果真的不知道，是有可能在路边的这边尤其在碰到，而且东西会越来越多。这个白色的桶子就是后来丢的，原来没有这个东西。好，你看哈，这些管子啊，这些如果今天下大雨或怎么样，这边流到路面上的话，任何一个人骑车。从上面下来，从下面上去啊，这边，从这里过来，都有可能发生意外，太离谱了。这个哈，环保案件查处管制中，到底这要管制什么？难道这个清开来他就不承认了吗？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？把录音录影录下来，录音录影录下来就可以把它清除掉了啊！今天是8月2号哈，各位看看明义哥今天再来一次，看看他什么时候要清除哈！真的，我这样看了真的很火大。这个地主也是很无辜啊！你看，整个马路这样子啊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，在整个观音山，在林口，在外寮、粉寮、五龙、龙沟。太多这种藏污纳垢的啊，太多这种藏污纳垢的。好，我让大家看到了哈，等我回去马上打电话来处理这件事情。好，明哥在这边跟大家说明哈，这个哇，这蚊子很多，大蚊子很多。这一早哈，本来好心情啊，后来也是因为送车的时候啊，一些好意的这些婆婆妈妈哈，这些阿姨啊、奶奶们哈，一直跟我说她很担心哈，很多人都一直跟他们老人家讲哈，陈明义没有问题哈，陈明义没有问题，叫他要分一票，一家分一票，他们都很担心哈。我说这我实在也没有办法，每个人嘴巴都在别人身上，但是说真的，选举如果不认真，平常不认真选举来用分一票的方式，实在是惩罚认真了哈。但是不谈选举了，就是完了以后用个早餐哈，就接到这样的讯息，好朋友的这个赖给我看哈，这是这个状况啊。7月18号到现在啊，整整2个礼拜还在现场啊。你看骑车的上山的其实人是不少哈，骑车上山人是不少。这些东西如果下大雨哈。如果是风大雨大的话，它只要那些塑胶管那些什么跑到路面上来啊，机车或脚踏车经过就会摔伤。现在看是明显，晚上看是看不到的啊。晚上看不到的时候，就变成骑车经过的人就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滑倒。那我来拍这样的这个直播呢，并不是要秀什么东西，而是我很生气，我把它这个东西记录下来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的官员啊。包括我们的环保局，包括警察局都会看我的直播，他们每次看到我在什么事情就很快的在做处理。当然这样我们很累，但是呢也要去凸显他，我们有一些公权力监督的力量。那当我们关心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知道民意代表在关心，他们更努力啊，更认真。像这样的东西不应该留在现场2个礼拜，应该处理掉。但是我强调一点，追踪一定要把这个
这个很恶质的这种，甚至我认为他们类似于集团性的啊，就是去应征司机，然后用老板的车子，然后去载着这种废弃物一到，这一车的好几万块，到了以后人就跑了，连车子都随便丢在路边，这部车子在周子阳找到的哈，那这个车主可能是无辜的，但是不管，这个在环保处理上面就是这样，找不到行为人就处理这个车主啊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回办公室以后，我今天马上联络这件事情，跟大家做个说明哈。好，祝福各位好朋友今天一天哈，大家上班上学，现在在路上，大家愉快啊，平安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